车。气色不错嘛。我新衣服好看吗？好看，好看，好看，哎呦，真的是。来。嗯。老哥，你聊两杯。嘿嘿，我就知道，说吧。我觉得要不然，在老爸老妈发现之前，你回去上学吧。你想啊，我已经把老常气得不行了，你呢是他们的宝贝儿，啊，心头肉，也是他们的希望。你觉得呢？我不想回去。啊？我不想回去面对那些室友。我也不想回去面对那些老师，我其实压根儿就没想上那个大学。哥，我觉得我一直在为爸妈而活，这是爸妈希望我做的。其实有时候想想我挺可悲的哈，一直这么努力，想当个学霸考高分，哪有那么简单？我考这些分都是因为我半夜看书看到两三点钟，这些他们不知道吧。嗯，我临考试的时候总是好几宿好几宿都睡不着觉，这些他们更不知道吧。不理解我也就算，还逼着我考我不愿意上的大学，我觉得我做得挺好的。接下来的日子呢，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努力活一下。好，说得好。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人生买单，想过什么样的生活，自己努力，自己争取，这是最重要的，也是最有意义的。那老哥问你，你的这个人生里面有没有一个叫高帅的？说实话啊，真的没有。哎呦呵，我以前对他是有偏见的啊，可是最近呢，因为发生了一些事儿，再加上。我确实心情也不太好。